奶奶干啥去了？奶奶用葫芦呢。啊，你就别说出来了，就管着他去了。姑姑，你有没有跟谁一见钟情啊？没有。咋了？你想想，如果我创业没有成功了，你是不是得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？啥意思？咋了？你创业没成功呢？如果，假如。啊，你的意思我要给我自己找个依靠是不是？嗯。不能光依靠你，不能光指着你是不是？对。你这次为 你这次为我考虑了是吧？对。哦，谢谢你。那姑姑要是没有找着依靠点咋办？嗯，可以依靠刘佳琪。你得全力以赴，只能赢不能输。你得叫姑姑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知道。对不对？你只能赢不能输。你要一输，姑姑都无依无靠了，是不是？知道。听着没有？知道。不是我要给我自己留后路，是你不能抛弃我，不能丢下我。知道。你要抛弃我丢下我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当着是你的面，爸爸是，你要是抛弃我了，怎么办？我是爸爸。再重新说。我是爸爸。嗯，我要是抛弃姑姑了，我就是爸爸，当着身边的面，叫我有一个安全感。好，走吧。我要是背叛姑姑了，我是爸爸。不是背叛，是抛弃。背叛。抛弃。背叛。你就是不想养我。那你说。我要是背叛姑姑了，我就是爸爸。不是我挑拨你说的不？是。不是。啊。不是嘞，咋能是嘞？叫我吃饭怎么着呢？Later， 姑姑，你上最浪漫的事是干啥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儿，嗯，就是和你在一起。我觉得是送对方十根烤肠。那我不吃了，等着你送吧。我也没那个钱呢。你有？我还准备翻新我的文具呢。那你就是你就是对文具的喜欢超过了我。嗯。我再想想。嗯。烤肠是淀粉跟耗子肉做的，专吃耗子就可以了。那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，我跟你说了。再说一个。就是跟最浪漫的事情就有一个呀。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还有一个。嗯。送煎饼果子加十个鸡蛋，这是很奢侈的事情。那你老是光说不给我。那是叫也没有卖煎饼果子的。有地上嘞。那不是煎饼果子。那是嘞。那你说一些光不能实现的话，你给我说一些能实现的话，你倒是送给我呀，别光动嘴，你行动啊。对呀，我光动嘴也不行动啊。哎，那你这不是给我画大饼的吗？就是嘞呀。啊。望梅止渴，望梅止渴。你也靠不住。你也不靠谱。可能。我是谁呀？我能不靠谱啊？